天之后关于责任的问题呢，会在院里面会再处理。他的意见我们都会虚心接受，来检讨，然后真正的来解决问题。等一下好不好？是不是决定要自己？部长，部长，点名你要下台。我简单说明一下哈，那因为院长请我们在三天之内哈，把这个事故的原因还有怎么改善哈提出报告，所以我们这三天会尽快把这个事情做澄清，然后三天之后关于责任的问题呢，会在院里面会再处理，好不好？那对这样的一个事故哈，那昨天我也跟国人表达最深的致歉，那他的意见我们都会虚心接受，来检讨，然后真正的来解决问题。那部长，很多网友要求你发鸡排，部长要发鸡排，网友说要叫你赶快发鸡排。